在选秀节目里面做导师，看到正青春的弟弟们追求梦想，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感受是吗？我不知道，就是自己看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看得像以前的自己，所以你就会很像老师一样，就你突然明白了老师为什么当时一直会跟我们苦口婆心说很多我们当时好像感觉听懂了但实际又听不懂的一些话，你就很想去跟他们说，你们要展现自己啊，不要紧张，不要干嘛，或者是当时后面你们一定会遇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那后面你发现你苦口婆心说完之后，他们一定是听明白了，他们听不懂的，因为所有事情你要经历了你才懂，所以现在开始明白老师的辛苦和老师那份好意。我已经到今天，我真的就是一个没皮没脸的人了，包括像《谁的青春不迷茫》这本书，因为它真的就是我20到30岁的日记，里面有好多文字，都是我不想展示给别人看的。但那个时候，编辑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你否认这些文字，不代表你不是这样的人，只代表你不想承认你过去是这样的人。但是今天呢，我没有什么难堪的，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不经过那个，怎么有今天？所以我把它发表出来，就是鼓励更多的人。是每个人不都是这样跌跌撞撞过来的吗？谁有人生下来一岁就会说话，就会奔跑，就会唐诗宋词？没有的。所以我可能会给我这个类型的人有更多的鼓励吧。